西北四面八方，春夏秋冬流水时光，人群匆匆拥挤向前，你我他们四处奔忙，我在疲惫，你在兴奋，同一隧道同一方向，有人哭泣有人欢笑，我们同路飞驰地铁，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，再大的风雨都不停站，陌生的请你在同一空间，有人相聚有人再见，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，再长的路也在瞬间，城市里安养着奔忙的我们，要不咱俩上去唱一个？那不行，你给我台电脑，我还能捣鼓捣鼓。这个唱歌我可不干，我还是替你唱。那我上去唱了。东南西北四面八方，春夏秋冬流水时光，人群匆匆拥挤向前，你我他们四处奔忙，我在疲惫你在兴奋，同一隧道同一方向，有人哭泣有人欢笑，我们同路飞驰地铁，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，再大的风雨都不停站，陌生的亲密在同一空间，有人相聚有人在笑着一路向前，再长的路也在瞬间。我去，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没听月姐说她有孩子呀？藏得够深的。失败的婚姻，换成谁可能都不愿意讲吧。她看上去岁数也不大呀，孩子都六岁了。我听说小丽一毕业就嫁给了唐文轩，可是孩子出生不久后他们就闹离婚了。丁翔宇，你就是审美畸形，严重的畸形，人家有钱和有孩子，你在那儿凑什么热闹啊？你将来有你好受。如果西蒙是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办？Simon 就不可能这样。要是 Simon 这样，我李思辰就跟他斩立决。这个世道，没了谁活不了？真是。那是你不够爱他。如果是真爱的话，就应该是一如既往。不顾一切，甚至舍生忘死。哎呀，问一下，我听说你们地界那边啊，有一个地方叫苹果园啊，是不是有很多 apple 呢？苹果园有特别多的 apple。下次你来，我带你去苹果园摘 apple。哎呦，好可惜啊！因为
只有我能去北京见到你啊，你不能会来美国见到我了。你知道我恐飞啊？赛马，你飞过来找我，然后永远住在中国好不好？我今天听丁翔宇说，为了自己爱的人可以不顾一切舍生忘死，我听了以后真的好感动。但是美国啊，这里有我的家人啊，还有我的学业啊，还有你的梦想不是想当一个空姐吗？那如果你不敢坐飞机呢，你怎么实现你的梦想呢？可是我又不是没尝试过，我试了我不行我怎么办呀？赛马，我想你。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跟你说什么。汇报完一天的行程之后，就只剩下说晚安还有早安了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俩的距离特别近，因为打开手机我就可以看见你。可是有的时候，这种距离真的让我很害怕。就好像你不是真实的，我们俩的情感也不是真实的。就好像你就是我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，我要是关上手机的话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真准备当后爹了？什么后爹？汪小丽不是有孩子吗？是啊。那你不是准备要当后爹了吗？那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他。哎，海冲，明天单位体检你好好检查一下啊。几点了？八点。知道了。
生病了，你不是去医院了吗？你无聊，真的，这种笑话也就你丁小雨能信。哎，丁小雨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，看上去一片光明，实则无路可走，对吧？没有。哭了。这哭泣呢，是女人的特权。你是不是特别想哭啊？列车即将到站，哭吧哭吧哭吧，请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雾气。本次列车去车辆将要进站，请各位乘客按照秩序上下车。那边的乘客。上车。等什么嘛？都是透的，是不是风太大？那空气流通好呀。门太近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。Thank you.
你怎么想的吗？其实有这么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在身边，倒是挺有安全感的。只不过他的想法太简单了，他根本想象不到跟我这么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，他会有很多的困难。而且我在他的心目中只是女神，但有一天我们生活在一块儿，我蓬头垢面的时候，我还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吗？还有我们一生活在一起就没有二人世界，我带着孩子每天给孩子洗衣服做饭的样子，他能接受吗？还有他父母肯定是反对的。其实有些事情啊，你的态度很关键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只是不想害了他。万一你是救了他呢？但愿吧。而且列车即将进站，你明明知道有多么危险，你不害怕吗？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比如说网游、读书、看电影、旅行什么的。你这是舍己救人有奖金吗？听说公司要表彰你，还要立你为典型。我们想录一个视频，请你详细的讲述当时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，包括你当时心里的。你是真的什么都没有想。我没能救活他。昨天白天，那姑娘跳楼自杀了。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，
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去呢？你们说，一对父母把一个孩子养大，寄托多少希望在这孩子身上，想要看着他学会走路，学会说话，叫爸爸妈妈，然后上学，然后恋爱，然后成家，然后死了就没有人好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办个案子，我在那儿一看，在我就过来看看你来。怎么着？嗯，晚上下了班一起吃饭。行啊，很久没在一块喝酒了，待会儿呢把秦月他们全叫上。你请客。咱就不影响别人休息了呗，就咱哥俩。怎么着？有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再吃饭再说。又保密，我先办事儿去了啊。我说你这人真是，下了班你不困的啊，非得拉我来吃东西，晚上聊聊天嘛。聊啥呀？你升官发财了？你是不是准备离开我们新海站？你就那么希望我离开你啊？没有没有啊。最近见到姚天禄了吗？嗯，好久没见到了。你知道他最近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呀？他在好几个酒吧里面唱歌，哎呀，串好几场，可火了。是吗？你知道的够详细的。不过你说，天禄这丫头吧，人长得漂亮，歌也唱得好听，她就是缺乏一个平台去展露她的歌喉。我以前就说过，他应该参加个选秀节目，也不知道他报名没报名。我也跟他说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天禄啊，就凭你这长相，都不用唱，只要往台上一站，那就是第一名。”没错没错。那人家听完了之后，没任何反应。哎，可惜了。要不这样，明儿吃完饭，咱俩一起去劝劝他。你又不知道别人在哪儿，反正不就是那几个酒吧吗？肯定能找得着。来，赶紧吃。嗯一路向。
天路啊，嗯，你唱的比王菲还像王菲，是吧？嗯，什么王菲啊？王菲是王菲，她是她，她会有自己的风格，懂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以前说什么了？你啊，就应该去参加选秀，上了选秀我们就火了。对，我干嘛要参加选秀啊？为什么不参加呀？你看现在这些大腕的什么这个歌星啊、明星啊，谁不是选秀出来的？我们就应该参加选秀，然后呢，这个编一个自己凄惨的这个生活故事，然后我们就火了，对吧？对。我的歌都是在我心里的，我难过的时候唱，我开心的时候也唱，我是唱给那些喜欢我的人听的，又不是为了讨好别人。不是，我知道，天路，你听我这么说啊，你看啊，你的歌，我们两个人听完之后特别喜欢。那还有好多人都没听过你唱的歌呢，就像我妈做的饺子特别好吃，还有她的炸酱面也特别好吃。但如果她把饺子和炸酱面做好了之后啊，只是自己吃了，不给我们吃的话，那谁知道她做的饺子和炸酱面好吃啊？她只有把饺子和炸酱面放在盘里了，端给我们了，我们才知道我妈妈做的饺子和炸酱面好吃。那有的时候我妈妈还会把饺子和炸酱面分给邻居吃，那么很多人都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妈妈的饺子和炸酱面就特别好吃，就跟你的歌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饺子啊，炸酱面，对呀，爱吃饺子吗？爱吃啊。炸酱面呢？来北京以后也喜欢。我的意思，我们要让你的这个饺子和炸酱面，啊，不是你的歌，通过选秀让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喜欢。嗯，好，我听警察哥哥的。这就对了，听我的，没错。嗯嗯，咱们参加选秀，好吧？嗯。不是不是，这个其实我刚才想要说的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喝酒，庆祝饺子还有炸酱面。整天了，手机都拍没电了吧？哎呀，天路，现在的造型非常漂亮，不拍那可不行。行，那你拍吧。下一个。哎呀，三。哎呀，天路啊，真的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天底下最漂亮的。你怎么就知道漂亮啊？其实我来北京这么多年，能遇到你，遇到周哲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其实我也挺幸运的。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警察帅哥。哎，我可不是什么帅哥啊，我就是一个老实孩子。老老实实工作，朋友有忙了呢，我就去帮一把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自己有价值嘛。其实现在这样，我挺知足的。你真好。啊，我真的那么好吗？好啊。你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每天都能看到天安门，不像我们小时候，只能在照片里面看到天安门。啊，是这么好啊？这样，我向你保证，从明天开始，每周日我都带你去天安门，升国旗、降国旗，你随便挑。行。
装时一弄，就是不一样。门没锁。新做的，嗯，不愧是理工男，心灵手巧的。哎，我给你发的照片看了吗？嗯，正在看呢。漂亮吗？脱胎换骨，还是你有文采。脱胎换骨，没错。我跟你说，这天路啊，经过这个设计师的一包装，那整个明星范儿就出来了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跟他以前一比，脱胎换骨。有喝的吗？冰箱里。哦。哎，给我拿一个啊。哦。嗯。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哎，正好我有事也要跟你说。你先说呗。我吧，我最近这脑子里面啊，总在想一个人，我连做梦都想。你猜猜是谁？还用猜啊？爱因斯坦、牛顿，要么就爱迪生，那不是你的那个偶像吗？不对，再猜。李的不是，那就是文的喽。托尔斯泰，或者是托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斯基，反正你打小就跟我讲过他们的事儿嘛。我合着脑子里面就是个图书馆，我永远就想这么几个人。女孩吧，没错。谁呀？现在不太好说。我喜欢别人吧，这别人也不知道喜不喜欢我，纯粹单相思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是这样，你打小就这样。哎呦，喜欢个女孩就单相思，然后人家就跑了，那到底是谁？行了行了，别说我，说说你吧啊。你不有事儿吗？啊！我发现我喜欢上天路了，真的。哎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，就是不论我干什么，我脑子里都是天路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就是一见钟情啊？哦，哦，怪不得你一口一个天路叫的这么肉麻。肉麻吗？挺肉麻的。这正常。哎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特别想用那种真正肉麻的话，就是把我这个那个想法说出来。但是我找不着词儿，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黔驴技穷，词不达意，词不达意，没错，就是词不达意。所以我就过来求你来了，大哲子，你是我认识人里面你文采最高的，你看。你能不能帮我，就是编一些短信，就表达一下我对天路的爱意？咱不怕肉麻，女孩都喜欢这个。这事儿我帮不了你。你怎么帮不了我？你肯定能帮我呀！你是我不跟你说，你是我认识的里面最有文采的人，打小那不都是照你的这抄的吗？那照你抄的都及格了，不照你抄的都没及格。我求求你了，不是求你了，哎呀。不是冯哥，就其实这事很简单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就把心里话写出来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说大哲子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这人说话特别直，你说这天路肯定就不理我了。哎呦，我求你了，哎呀，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大哲子，你要不帮我，我今儿就不走了，反正我也睡不着觉，你也不想睡。帮吧，那你也得让我想一想。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帮我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。这样啊，哎，大哲子，你呢想好了，你就编一条微信发给我啊，咱们一天一条，怎么样？一天一条？当然了，追女孩啊，汹涌澎湃的攻势。那就这样啊，那
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帮我想想，编好了发给我啊。我走了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哦，你看我这人吧，脑袋有时候就跟不上。你就把我事说完了，说说你吧，那女孩是谁呀？我没啥事儿，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我是纯属单相思，没事儿的。八字没一撇啊？啊，弄得跟真的似的，我真的以为咱俩双喜临门了呢。那这样吧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好吧？你帮我想好了，就赶紧就发给我啊！谢谢了，走了。哲哥，嗯，你再不吃，这鱼香肉丝就没了。月姐做的，嗯，好，马上就吃。干嘛的？周百科也真是蛮拼的，写什么呢？回个微信。写什么呢？评书啊？啊，评书我看。没事儿，弄完了，吃饭吃饭。四面八方，春夏秋冬流水时光，人群匆匆。
在哪？那个长不大